我现在到高雄了，这我的车开走了。这边是高雄捷运。哦，这个有一个高雄的车站，那个交通资讯什么的。高雄还是大站呀，虽然感觉其实高雄在很多硬件上还是挺好的。他们像高雄就是没有台北这样站在右边，左行右立。太背就是太秩序了，当你有些东西太秩序的话，也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好。哎，我车票，哇塞，又要找车票。啊，天天都慌慌张张，慌慌张。真实的一面啊，什么游玩，哪有到处天天都开心的，也有那种。高怎么高兴？做台语怎么讲？高雄车站上面是跟鹅卵石一样，还挺漂亮的。那个是台铁售票处，月台。这个捷运在这边。要不要先放个包？先放个包，然后我再去那个什么东西。我记得放个包呢，好快。我要包放宾馆吧，我还没有定下来，然后坐捷运要去，先不说。台中，不是中央台中，都是在拍这高雄站嘛，下站。在上面看看，主要现在我还没有什么事。像这样在台北都不可能发生事，但是是台北太规矩了。南部人就是比较自由。哦，这边。
边还是这么空旷旷的。建国二路，这个顶吊的还挺漂亮的。那八五大楼是吧？八五大楼离得不远，这是前面是美丽岛，还是那边是美丽岛？高雄今天好晒，怎么呢？我坐捷运去呢，捷运看一下哈。这边有卖那个便当的，要从美丽岛转车。看了半天，我就往这边看。在这，在这呀。一年不来了，都把很多东西都忘了。
们银联卡不限里程10块钱，银联支付仅限信用卡使用，银联感应用到均为新台币10块钱。银联很便宜啊，所以说我刷银联嘛。嗯，银联好像便宜一点，均为新台币10块钱，优惠数量有限，均为是到今12月31日，我还刷悠游卡吧。这个就是很漂亮，你看闪闪发光，这个油卡值得保留。101，很漂亮很漂亮。这个高雄这很多一半都没有开，冈山到美丽岛，三多美丽岛往这边走。美丽岛就只有一站，在高雄坐捷运的不是很多，他们都骑机车都比较方便一点，所以在高雄建捷运会被骂，就这样的事。你看这一半都没有，一半都没有。捷运来了。